三年前，有位老人家因为土地问题而被灭杀，警方嘅千方百计之下，终于拉到幕后首脑。但系收到消息，有惩教署人员包庇佢，可以申请提早假释。我哋需要更确实嘅证据。从来都冇纪律部队嘅同事以囚犯嘅身份去监狱办案。尊严系呢度嘅礼金品，呢度规矩最紧要系听话。我谂你咪担我啦，新太记啦，六 Sir。 你几方便？人事应我，我自尊严出卖我，我哋已有晒你行贿监督嘅证据。